寒流刚过，看看今天能上什么鱼。到了钓点，没鱼咬钩，铅柱却挂掉了四个，都快一斤了。最后发现是这个东西在捣乱。这个是什么植物啊？请高手留言。哎，从植物中钓出来的东西还会动，像是虾。钓鱼人常说的要匹配饲料，用这个试一试。刚下杆就拉上来一条红灿灿的鱼，是红雀鱼。没想到意外的上了这个，这可是保护鱼种，立即放生。哎呀，这是个加州的州鱼啊！钓上以后，无意的钓上了。钓上以后必须马上把它放掉，啊，要不然可是要罚款的，最少是1000美元。不过这些哈利不能放回，可以当鱼饵，匹配饲料。这不，马上就上了一条。蝎子鱼，19公的亲戚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给大家分享了我们钓鱼的快乐。元旦快乐！如果您想看更多的相关视频，请您点赞和订阅。